Ta-da！ 欢迎来到 Angel Flow。已经开始了是吧？Hello， 欢迎来到 Angel Flow。我们现在是博酸了，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博酸了。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主角 Angel。你要入进来，然后 Jenny， 然后 Jane。Hello， okay, 到你说话了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Vlog。然后今天的开场是由我的室友 Rachel 做的，这是我们的花园。然后今天我会给你们来一个 room tour， 然后让你们看一下我现今年住的一个房子。OK， 这里是我的房间。然后这有个全身镜，我在我房间装了一些香薰灯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灯珠，一些可爱的小卡片，可以增加一些氛围。然后这有个大的衣架，门的后面我挂了一些出门用的包包。这是我的书桌，还有一些我做音乐的一些设备，然后我的画笔，这有个迷你阳台，可以看到楼下的花园草坪。这里是我们三个女生的卫生间，然后这里有个浴缸。我们是住在二楼，然后下面一楼的话是我们的客厅、厨房还有花园。这边是我们的厨房，其实我们厨房还挺大的，然后里面有两个大冰箱，可以放很多很多食材，还有洗碗机、烤箱。这里是我们的客厅，这里走出去就是一个大花园了。Hello。今天是我上课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今天只有一节数学课，所以还是蛮轻松的。过一会儿我就要去学校上课，然后我学校就是在我的这里就能看到。哇，我觉得我住的这个房子真的绝佳，就是走路去学校只要50步，可能30步就很方便，就不用再害怕会迟到了。然后一会儿见啦。我刚刚上完课从学校回来，然后我们学校今天发了2个口罩给我们，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口罩好像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它是那种布做的，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它没有什么就是像医用口罩一样里面有很多那种布的夹层，它真的只是就是普通的布的口罩，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用处。然后闻起来没有那种怪味道，但是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 logo， 但是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说明。我们今天上课的话，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戴口罩的，但是它确实把座位分得很开，所以相对来讲还是安全点。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就比较能透气，然后也跟别人隔的就是稍微远一点。然后还发了一瓶这样子的一个 hand sanitizer， 这么一大瓶，所以我们学校还是挺给力的，除了这个口罩不太专业以外。然后今天下午呢，我要回学校拿一些之前寄存的东西，然后明天开始我要上一些难的课，比如说像 marketing finance 这些。加油。So let's start with the official topic and let's finally
为这个星期因为我们有新生入学，所以所有的课都是网课，然后我们现在都在家里面上网课。然后我今天课从下午1点要上到晚上7点，我真的已经很崩溃了。好崩溃哦！1点才开始。对，我1点就开始。妈呀，我现在好紧张！我在准备一个我们学校的Asia Pacific Office 的一个面试，然后我面试的是微博 leader， 就是微博 lead， 就是管理微博账号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我准备了很多 notes， 就是有可能我等会儿会说到的。啊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Guess. That's very short. Okay. Yeah, but I've already like I want to. I have already asked everything I want to know. So yeah. So yeah, it's okay. Okay. Thank you so much. Have a nice rest of the day. 我要去吃晚饭。好的。好。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我结束了。Oh my god.哇塞，才16分钟，我真的做得很短，我每次面试我都超级短啊，不知道能不能进。我这次申请了2个，真的很即兴，有没有？我刚说我要申请微博力的，然后我又申请了一个，就是面试途中我就突然间申请。 Let's see. OK, let's see. Good luck. 要长那么帅吗？哎，现在开始录了吗？Hello， 我是 James， 我是这个家最帅的男人。然后第二名是 Matthew， 然后 Matthew 在玩他的快快，转来转去转不出来。Zoom in， 哦对了，然后 Angel 在上课，可是他都听不懂。放屁，我觉得 Angel 放屁了，但是没关系。